早嗰輪我有啲朋友啦，就過瑞士玩啦。嗯。咁我去嘅時候，即係都做足噶啦。不過去瑞士就唔早嗰輪都唔使打針嘅。總之就係翻嚟嘅時候咧，嗯、就係、是、喺香港都好似拗唔知係十日八日嗰種嘅啫。嗯。咁突然間咧，佢係大陸第三日落地，第三日、嗯、跟住香港這邊呢邊咧就話又要廿一日啊，又話要成啊咁，炸冧咧。嗯，買咗嚟，係啊，係，一係翻嚟開工啊要，係咯係咯係咯，一聽收到消息就真係即刻要改變行程啊呢樣嘢。即係其實講到尾啦，而家其實就係都頗混亂嘅。嗯，喂，點解冇一個權威嘅國際嘅單位可以倡議一種方法？無論啊叫做乜嘢馬又好，乜嘢嘅係呢個醫療嘅係健康嘅一個護照認證又好，點解唔得咧？真係難噶，因為你而家啊即係。各有各的、嗯、我哋所講啦嚇，喺政治上各有各的碼頭、嗯嗯。就算你成個歐盟啊，你傾掂啊，但係歐盟入邊咧都有三幾個啲嚇、啊嗯，即係譬如話你意大利咁啊嚇，咁、嗯、佢就已經係好挨我哋嘅偉大個祖國啦嘛，嚇土耳其啊嗰啲，咁 啊,、嗯嗯啊即係你哋個都話 OK 啦，咁但係有兩個國家。即係嚇，求其兩個國家啫、嗯嗯，就話嚇、啊，我唔制啊，我有我自己嗰套啊，嗯、要實行我自己嗰套啊，咁、嗯、你就已經企喺度啦。即係我印象之中以為咧，好似譬如係世衞啊、世衞啊、博啊，呢啲咁嘅體系應該做到啲嘢噶嘛，真係啊，真係好失望。應該就係嘅，其實應該係噶，但係問題就係你世衞都已經。冇咩說服力啦，政治化，政治化已經完全政治化啦。咁啊，衰在撐大陸啦，係嘛？啊，即係其實可以咁講嘅。嗱，而家咧，即係我覺得最香港真係好尷尬啦。呢一方面咧，你又會同新加坡相比啦。但係新加坡而家就即係半開放啦，咁日日都有創新高喎，真係嗰個確診嚇，真係嚇死人喎咁。第二樣嘢就咧。即係你又是中國 的一部分啦，咁你又要跟翻中國啦，咁但你又跟唔曬喎，咁嚇，於是咧就喺香港咧而家兩套説法，一個咧就猛咁話政府跟唔足內地嚇，一個咧就話喂商界尤其啦，即係旅遊界又好嚇，即係總之同外邊接觸嘅機會多嘅行業啦，個個都話你應該學新加坡啊嗰啲咁嘅地方，所以即係哇真係唉。即係，但係如果個理念係話不能夠接受與呢個係疫情去共存咧，咁、嗯、你真係學唔到新加坡喎，學唔到嗱、啊，學唔到不得止喎、啊，全世界我相信只有中國會做到一樣嘢就咧，我睇咗幾個文章，其中有我識嘅，有唔識嘅人，係就話咧而家咧中國咧嚇，即係由美國翻嚟好，歐洲翻嚟又好咧，出現咗咩問題咧？就係佢哋打咗針噶，伏必泰又好，科興又好，乜都好啦，但係咧。上機嗰陣時咧，翻中即係喺外地啊，譬如咧，我朋友啦，呢、這個以前廣告界嘅好朋友啦，佢喺波士頓飛過去 Dallas 轉機，又喺 Dallas 咧上翻上海咁嚇。波士頓去 Dallas 冇所謂啦，國內啫，內啊內陸啊。Dallas 咧上去上海上唔到機，攞曬證據，攞曬咩健康碼乜都唔得，因為點解咧？原來咧要求你咧嚇去嚇一個當地由中國人開嘅檢驗所檢測所去做一個證明，證明咩咧？好快做到嘅，就係咧你個抗體，你有冇抗體？咁都以為好簡單咁，理論上喂我打咗伏必泰咩，梗有抗體㗎？你話科興就少啲啫，唔係，係唔你要證明你有嗰啲抗體咧，唔係即係。低過某個水平，唔係，又唔係。抗體原來有兩種，最簡單講，一種咧就係咧你打咗呢個疫苗之後產生嘅抗體，一種你染咗病之後會有嘅抗體，兩種唔同噶，應該係咪？因為你打疫苗嗰啲係死咗或者係所謂inactivated 嚇，即係不活躍嘅病毒啦，咁所以嗰個抗體嗰個理論上嚇就。個能力咧嚇，或者個功效咧就細少少咧，但係你真係染咗之後咧，哇，嗰個抗體就好堅嘅啦，因為嚇咁，咁咧佢咧，如果你係打咗疫苗有嘅抗體咧 ，OK 喎；如果你係染咗病而有嘅抗體咧，就唔 OK 喎。哎呀，
唔俾你翻去中國啊，因為點解咧？但係我實際嗰個抗體仲強嘅喎。冇錯，但係咧呢個咧原來咧就話咧有個潛在危險啊，因為咧好多時咧嚇你染咗之後咧，你叫有抗體有成啦，但係你原來已經係染咗病啊嘛，你有個病毒啦，於是咧嗰個病係會再翻翻嚟嘅，因為佢有好長嘅潛伏期，或者佢可能變咗種你都唔知嘅，佢有個抗體都好啦。咁所以咧中國咧去嗰個清零咧去到咁清嘅，真係就話咧，凡係你染個病咧，你都唔使只入中國。第一由好的角度去講先，中國咧嚇嗰啲化驗已經登峰造極啦，已經去分你兩種嘅抗體啦，啊，仲好快同你測試啦，啊，仲可以喺外國嘅大使館附近咧嚇，幫你做啦，啊，因為你一定要幫襯佢啊嘛，啊冇全世界冇，一定係叫做信得過單位，$450唔係$450啊！咁梗係啦，嗰張紙係好緊要㗎嘛。我即刻想起我哋申請呢個係回鄉卡，係啦，梗有啦，梗有個旅行社旁邊啊，你去嗰度影相啦，好嘛？一定得㗎。類似啦。於是咧，我朋友就喺波士頓咧就去咗 Dallas 咧，就滯留喺 Dallas 而家啊。咁咧就嚇要咁佢又往草處看咧，就咁逼我喺 Dallas 去探下人啊，睇下博物館啊乜乜咁咯嚇。咁但係咧，亦都咧，美國航空公司幾好喎。如果係咁咧，你又可以飛翻去波士頓喎，免費。係啊，總之咧，即係我覺得美國可能你 reasonable 即合理嘅尷尬情況或者不便情況，佢都盡量幫你安排咁啦。咁我哋一方面話哇，中國好犀利啊！呢個檢驗所或者檢測技術咧高度咁犀利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嚇，即係如果你掂咗 OK 嘅話咧，翻到咧就好安樂啦，因為翻到中國真係好安全，好安全。所以用咁嘅角度去諗啊，唔好嘅就係喂，第一我喺度住啊，搞掂為止啊，因為係翻翻去波士頓咧，係第二話俾$400+好鬼肉赤噶嘛，梗係呱呱叫啦咁啊。咁啊，無論如何咧，即係中國嗰個對清零嗰個決心，即係最嗰個風險搞到最低嗰個決心，全世界冇嘅。係啊，我諗冇第二個國家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嗱，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我哋翻去內地嗰個機會或者翻嚟嗰個要求啊嚇，即係總之各樣嘢都好咧。是會很嚴格的、所以大家真的現在看看那個什麼健康碼可不可以互通，但是互通了之後大家都要記住，即是你要抗體都可以去檢測到咁嘅水平咧嚇，咁呢個咧就真係。喂，政務司司長去內地開會話嚇，而家接緊頭噶咯喎嚇。係啊，我就唔明喎嗱，我哋睇新聞嚇，官員自由來往又好似好自由喎嗱，我尋日睇電視咧。何一成話佢咧，即係澳門特首啦，佢出咗事啦嚇，而家有個爆發啦喺個酒店度，佢即刻飛去北京喎，研究咗，覺得自己做得不足喎嚇，咁嗱，於是就即刻飛翻嚟誒，同大家講咯咁嚇，咁佢飛嚟飛去，咁嗰啲係自內地豁免人士啊嘛，嗰啲豁免人士同埋咧當係高級自己高級嘅豁免人士。咁我諗特首個個都好啊，都一樣嘅啫，係嘛？係啲高官嚇咁，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要搞清楚曬啲理念先得嚇，同埋咧，即係如果係咁咧，就嗱，我好多朋友嚇，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想翻去探下啲親戚啊，見下啲朋友啊咁啦嚇。我亦有朋友就好想落嚟探下孫啊嚇呢樣嗰樣咧，譬如喺澳門啊，喺內地生活嗰啲咧。而家都真係哇！真係所謂啊，寸步難移咧，係好記掛同埋好想做。唉，有咩方法啊？你要驗乜都得㗎啦。總之嚇，驗咧就小事啊。唉，要14日咧嚇，或者21日咧，嗰度就真係慘啦。啊，真係呢個寄望不大啊。咁所以咧就嚇，我哋唉好想揾你嚟講下去旅行都。唉，行不得也，哥哥真係咪聽咗當去咗啦？得唔得？咁我哋靠你講啦，講多啲。我哋旅遊玩家都係噶，啊，枕住呢年紀都係同大家講啊，聽咗當去咗先啦，嚇，或者聽咗當重温，即係重遊舊地先啦，咁嘅啫。啊，重遊舊地可能係喺透過呢個談話，透過呢個討論咧，分享可能得喎，但係未去過嘅。
好難㗎，係嘛？未去過又慘啲嘅，聽完咧就心喐喐，係啊，喐唔到。喂，嗱，今日揾你嚟咧，就真係咧嚇，即係一定要請你講下柯富韓啦。因為點解咧？柯富韓咧，原來即係全香港咧，我諗都好少人好似你有咁嘅你咁嘅經驗咧嚇，去過三次，而且三個好唔同嘅時代啊嚇，亦都係我哋去旅行咧嚇，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去旅行嘅三個好典型嘅模式，我叫做嚇，即係我哋讀書後生嗰陣時，我哋做嘢嗰陣時，到今日嚇，而家開始年紀大啦嚇，即係追求另一樣嘢啦。咁呢三個階段咧，其實咧都同柯富韓咧，如果係接軌嗰陣時，有三個唔同嘅面貌，同埋咧三個唔同嘅經歷嘅，因為嗰三個時期咧，柯富韓亦都即係翻天覆地嘅大轉變。所以作為歷史見證人，我覺得無論自己作為一個旅遊人士，或者柯富韓作為一個國家，這三個階段都是很值得講。所以先講了你先啦，你自己第一次幾時去？喂，柯富韓呢三個字啊，我哋啊，即係除咗睇下書，歷史書有寫㗎，係啦，都係同中國嘅呢個關係咁密切。完全除咗另外咧個畫面咧，就除咗包頭之外咧，就乜都冇。好多鬍鬚，係咯，而家又話咧唔準啲嗰啲係理髮店咧，唔準用美式嘅係修髮，即係而家咪行翻轉頭啦，完全行翻轉頭啦。你幾多年去啊？即係讀書嗰陣時咧。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就係73年啦，73年嗰陣時就咩個啊？唔係 ，sorry， 係1978年啊。咁就嗰陣時就膽粗粗啦，孭個背囊咁啊，去行走天下啦。係係。咁啊，即係嗰陣時係咩讀書時期啊？啊，讀完㗎啦。讀完啦 ，OK。讀完啦。即係背囊族孭住個背囊嚇，就非常之窮遊嗰種啦。窮遊。或者係講啦嚇，第一代嘅working holiday 啦，一路做一路行啦，一路做啦，冇錢就去揾工。誒，上次聽你講話做個餐館係咪就係嗰啲同一個時期啊？咁我係一路嗰陣時嘅理念其實好簡單嘅啫，係一個好僆仔嗰時候一個夢想嚟嘅，戇居居嘅一個夢想嚟嘅。哇！大個仔去環遊世界，哇！正啊！其實咧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啊，於是乎咁啊，到1978年啦，個時間又吻合啦，啊！咁嗰個緣分又到啦。咁啊，膽粗粗咁啊出發咯，孭住個囊喺背囊咁啊，一路向東走。喂，嗱，第一你一個人去啊，一班人去啊，係呢個係自己 plan 啦，一係點樣咧？即係講多少？一定係自由行嚟㗎。當年嗰個唔係咁啊，我自己一條友去嘅啫。哇！一條友都得，真係犀利。呢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蚊，請即訂購支持。